你不找我有事儿吗？你这看我笑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没有，我中间有几年忘了你长什么样了。不是，咱俩是刚认识一两年吗？我长什么样都能忘啊？不都说上学的时候记性最好了吗？你什么破记性呀？来，你好好看我，你好好看我，好好看着啊，记清楚了。哎，这正儿八经说，你叫什么？干嘛？我遇到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上学时候欠我5块钱，现在方便还我吗？你好好说，那5块钱能分期吗？分多久啊？我每次见你的时候，我都还你1元。那就算上利息，我要50。你是大开口。行，没问题，姐姐给你500。可是我这几天就准备走了。这次你又走多少个小时？这次可能又是很多很多个小时。不是，我是说你坐飞机多少个小时？大概13个小时吧。那你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应该挺多东西的吧。收拾好了，就是这么多年有一件行李一直没带。什么东西啊？5块钱。